郭正营计划包含空路站的三副案，要帮助他败部复活，会怎么样来整合郭董或是跟他合作吗？我们认识的郭董不但会信守承诺，伊嘛敢表示讲伊会支持。我相信我们认识的郭董不但会信守承诺，更重要的伊也莫拢赶快了过中华民国这个国家，咱这个土地拢连到底嘛。伊嘛敢表示讲伊会支持，我相信大家会用这个态度面对所有的困难跟挑战。最重要是让做不好的政党换别人来整。你不研究会觉得这个是泥巴战吗？你相信他的清白吗？任何人、任何政党，我们都用严格的标准检视，我们一定要积极面对处理，勿往勿作，把调查的真相来告诉大家。约副研究员曾博文爆出这个性骚扰，那党中说现在已经和他没有合作关系了，那市长会建议党中要来赶快调查吗？不管任何人，我的处理的态度都是一样，严格标准检验，严肃的面对这个议题，不容许任何人侵害别人的人身自主权，这些行为发生都该谴责。